哈喽各位啊，我是耿总，咱今天下雨天啊，不出去赶大集，搞几个菜啊。这个是韭黄炒鸡蛋，凉拌酱牛肉，酸辣土豆丝，这个是排骨啊。这小生活啊，下雨天不喝两杯哎，又是蓝莲神酿，我的最爱啊。必须喝两盅，你看这酒花。漂亮。这一杯先放一边，给摄影师啊。哎呀，感谢。这也是我的最爱啊。哎呦，哎，这个酒花，我去。哎。经久不破，哎，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先抿一小口，尝尝菜啊。好的很啊，来尝尝这个，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个排骨啊，哎呀，啊、哦，还是个肋排，小脆骨，透丝，哦。蓝莲陈酿，哎呀，听说这个蓝莲陈酿让你卖断货了。哎呦，你这个是真厉害啊！哎呦，小香菇、小排骨这炖的。目前他们想买的话，只能去橱窗买那个白瓷瓶的。白瓷瓶的也不错呀、啊，白瓷瓶原来卖200多的也是。不过我更喜欢喝这个。咱不能因为卖什么，咱就说哪个好，对吧？我喝习惯了这个。啊。给大家尝尝这个菜，韭黄炒鸡蛋。酸辣土豆丝啊。这是六叔市长做的啊。啊，我做的热过了以后还能上，还能行吗？没有改变酒味，好得很。最后一个啊，喝酒最硬的菜啊，酱牛肉啊，哎呀，好得很，再来一遍啊。哎，干个杯！哎，敬粉丝啊！啊，粉丝喝完，看我的了啊！难死最后一滴，哦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那最好了。